好嘞，感谢啊！今麦就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2024年9月24号，今仔日是礼拜二哈。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这个方面已经北移哈，一直到这个北部的海面上，所以透早时啊呢，这西半部沿海的所在，包括着东北部的所在，拢是还佫有这个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啦哈。其他的所在呢，就侪云较好天。不离个过道过了，又按同款吼，各地拢是啊，佮有即个局部短暂雨啊，山区的部分又按注意吼，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故日行到8月22号，啊啦，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5度到34度，这是咱天气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麦咧，咱就来加进行着其他哩个节目，咱开始来加看新闻啊。来，首先咱们来加看一篇啊，顶两天啊发生伫中国深圳吼，一名10岁日本囡啊，伫要去上课的过程当中，去和一个中国的大人夹刀安尼活活甲刣死。当然这个案件引起济济的国家的关心注意，包括日本对中国吼，应该会当讲啊彻底的绝望啊，无个对因有任何的愿望，因为伫这件代志发生的进程2-3个月前，伫江苏嘛发生一件吼啊，这个中国的查甫人啊，当伫这个交通车顶面啊是路边袂去一啦吼。安尼，遇到一对日本的妈妈带囡仔要去上课过程当中嘛，甲刣啦吼。当然过程当中有一个中国的老师啦，一个女性老师为着要保护这个日本囡仔，煞去中国这个夜刀要刣一对母仔囝，诶，这个人安尼叫刣死吼，死一个中国查某囡仔老师啦吼。这件代志一个发生了的时阵，咱有看到报纸这两天拢开始吼。有中国的企业啦吼，啊，设厂，有日本的企业设厂伫中国吼，开始拢咧撤离啊，吼，咱这边来个听看安那报道。你讲日本的一名学生囡啊，即算住伫中国的日侨啦。即学生囡啊，年才10岁年，伫中国广东深圳去和一名中国的查甫人安尼夜倒甲刣死。中国一直来到今仔日就对啊啦，也阁无说明吼啊，这名凶嫌伊犯案的动机啦。和日本、中国两国原本就已经吼真脆弱的信任关系，即嘛是愈来愈紧张。日本的这个外务副大臣，就是吼外交副部长啦，这个大臣吼副大臣托德访问23号。专工来到中国了解这个案情，也要求中国要严厉处置网络平台顶面吼反日啦、反日的文章。外务大臣山川吼上川勇子呢，嘛打算伫这个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就确保吼日侨安全等的事宜，要甲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来举行会谈。今年6月发生伫中国苏州的一条学校嘛，发生了吼，中国的一名查甫人夜倒啊呢，遇到一条公车吼内底一对这个母仔囝安尼夜倒甲刣呢，这对一条的母仔囝啦吼，被刣交通车顶面的一名中国籍的女性吼这算导火啦。嘛，被刣当场不敌死亡。3个月后，又阁发生伫这个深圳吼一条。就是这个日本囡仔去毒死的事件，中国这方面到到目前为止啊，对着这两件吼悲惨的局吼这个悲惨的惨剧就对啊会发生啊，拢总用相关单位一个伫咧调查当中，拢总用相关单位一个伫咧调查当中，伫咧做侦办为理由。慢慢都唔交代出讲是安怎样啊？要刣日本人，刣日本囡仔。
修魂教育到这样时，这要搁安那查啥呢？绝对是无理无由，啊，都俩讲啊，我都讨厌日本人啊。对啊，伊嘛讲出来，应该爱讲出来。嗯，啊，你一个政府有关单位，你这无讲，啊，你是咧含人咧办啥物案件吼？啊，这一连串的事件了，对啦，已经和日本人啊，涉及中国的企业，加一寡吼偷鸡，人人自危啦。侵权的事件啊，侵权的事件发生了后，网络传出吼日亚自动车以旗下诶这个日中合资诶上海日亚发动机啊呢，宣布伫九月底专门退出吼啊中国市场。啊，这煞引起了吼侪人诶议论纷纷呢。不过事实上吼，即间日亚发动机啊吼退出中国的消息，即早伫九月十三日就来发布啊啦。也就是讲，深圳这个学生囡仔，日本的学生囡仔被台资的进前就宣布啊。但是因为时间含者真挖紧，所以吼，侪侪的网络朋友呢，联想吼啊，两者是唔是有直接的关系啦？就算讲无一条的学童无害的事件，日本的企业对中国踢踢的脚步，伫中国变到武汉肺炎的疫情过了后，已经真明显加速。尤其是伫美中诶贸易战愈来愈严重，搁再加上中国诶经济愈来愈歹，消费愈来愈低迷，促使着日本诶企业吼，安尼三声吼啊撤出，也是吼缩减着中国诶业务啦。啊，即、這个啊、生产诶，即个啥物啊？生产诶，即个生产商啦吼，生产商用。啊，这个生产商用车驾着建筑机械发动机啊的上海日亚发动机啊，就对啊啦，嘛是因为中国的电动车吼生产过头量去啊啦，啊传统的汽车引进愈用愈少，就对啊啦，所以因为安尼决定要来撤离开，因此就对啊啦吼，啊这个啊所谓的这个仪式，啊个包括吼，另外个包括这个仪式单。百货公司伫中国嘅分店嘛，已经关到剩一间，包括摩斯汉堡，拢已经全面来撤退。摩斯汉堡是日本嘅啊，日本嘅啊，系、哦、啊，啊，无伊嘅米汉堡，请假那些平安啦，啊，日本人从我变秘制嘅物件做嚟食啊。哦，摩斯汉堡诶，蘑菇龙汤未歹食。对啊，我想这代志较撤退哦。啊，这都拢共款啦！啊，这都较早咧讲咧，讲未听啊。啊，恁台湾嘛，佫唔撤退啊？有啊，台湾带头先走一下啦。先去走真济啊！对，走真济，走真济，原因是因为底下无钱赚。嘿，无走真济诶，原因就是因为底个所在已经优势无去啊。较早个甚物人口红利啊，甚物种种迄拢无去啊。啊，这个就做啥呢？这个台湾人顶日来新闻有一篇看了真爽。就是讲，即次的中国的出走条了，对啦。嗯。哦，这个生意人哦，无论倒一国，迄、那个出走条是由台商带头，先走去的了，对。哦，由台商带头，伊就听得足爽安尼吼，就无简单台湾总是按带头啊。啊，但是呢，话搁说倒转来，啊，当时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发生的时阵，全世界咧制裁中国的时阵，啥物人先走袂离，台商先走袂离。大商先带头走入去投资中国，哦，啊来后边个都是投资人。会议会通啦，啊文化会通啦，啊历史台史啊，不是台湾人，是台中国人啊，啊所以无关系啊。这免这免跟中国讲啊，这啦，会当走紧走啦。咱台湾人生本就是安尼啦，你到哪里，伊就对对去啊，伊也管讲你中国要甲咱吞食，吞食。四川新娘的迄个就是副馆长啊。嗯。日本的抗议啊，咧讲安尼哦，伊就讲安尼讲，啊，开一个囡仔有外多层的代志啦，这种话讲会出来。对啊，这是做个副馆长咧。啊，啊，你想看卖啊？因这个中国即马，因咧自古以来就收敛嘛，吼，就对日本人就是嘿。啊，咱讲过哦，台湾是因为后来国民党来吼。予咱知影讲，好，我真正国民党恶国家呢，大家唔只会开始笑脸，即落去日本时代。啊，若无照你讲，你外来政权的统治有无吼？对着迄个所谓殖民地就对啦，绝对拢是高压性的统治啦。啊，若总讲国民党卖来的话，台湾人我想未去笑脸日本时代。如果国民党无来，台湾若变成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时阵哦，咱可能对日本也袂安尼啦。哇，袂讲遐尔少年，因迄个时代了，对。啊，无你讲个歹听，人都奴才，佫
你讲对面啊，嗰个少年，啊，就是因为后边来，这太烂嘛。我当时刚才听阮、听阮爸咧讲哦，讲个日本时代迄个时阵哦，因咧困哦，暗时也免关。这是较离谱啦。对啦，有影啦，因为无啥米羊体啊。但是真正伊是安尼讲咧，今仔就熟悉，到时有熟悉无？我咱也唔知啦。但是大户人家爱啦，大户人家得个得个得个请迄种落座山咧，弯为了迄个除了灯光啊，什么种种，大户人家啊，好野人啊，迄得个请人底下过门啥？因为我咧摆日本精神的你咧，所以这个日本当时哦，啊无，咱都讲过啊，那日本好的话，台湾人就未讲高起低来嘛。高起低，吼、哦，就未去讲高起低来。你看，甲日本讲做高，就是对本来印象嘛无好，但是佫来一个也佫较歹，佫较食啦。你等等中国来管的，对，人上来啦，吼、哦，来上个少林的日本啊。对，所以那高起低来，啊，上料的。换相晒，哦对不对？哎，甲日本人讲安尼，原因这就是讲在日本人统治台湾，台湾人有那怨言啦，不是无啦、尤其是日本殖民化了后，伊要强迫台湾人必须爱崇拜因的迄个做日教大神呐、爱崇拜日教大神了，对。啊，台湾所有的神明有无吼、全部拢一路毁掉了，对。哎、所以你看，注意看咱台湾的这国宫庙了，对。每一间宫庙内底，迄阵开机的迄阵呐，过去拢啊啦，唱歌仔啦，唱歌调的啦，啊有诶是唱伫咧迄个石头啊，迄个铁板内底啊，啊是安那，因为日本叫你全部收收过来，啊然后呢，谈这个叫做啥，一个迄个大殿顶面全部放火做一遍烧嘛，较早日本是安尼，足土产咧，庙里咧阴阁拢有写，拢有写啊，较老诶庙拢，因为差不多。老唱无过就是得过一劫啦，唱无过就全部拢烧了了，就是你讲咱拜，因日本人咧拜迄日照大神，真的是话来就是安尼啊。迄所有就神社诶哦。嘿，对，神社内面就是日照大神，安尼对。嘿，因为你讲咱拜这尔就对啦吼。啊，这个叫做啥物啊？这个当时刀片啊，为着要向神明都未走哩。伊就坐伫遐袂走哩，啊！就只好由伊信徒啥去唱好。上届坐我看到拢唱啥，你敢知？唱伫草寮啊内底。草寮内底。草寮啊，稻草庵呢。哎呀！啊，有诶是足够工白沙啊，溜落古井内面啊。没有。溜落古井内底，所以有浸水王爷。迄个时阵哦，台湾诶市民拢落难啦。拢落难，拢难。从比迄个时阵讲，比中国文化大革命也较恐怖。哦。哦，迄真正啊，人家。真粗残，就是讲，迄神明甲你担好几堆啊，啊，做一遍点火安尼就对，哎、哦欸，全部甲烧掉吼，啊，这就是嘿啊，啊，但是到尾是安那台湾人会等到少年日本时代，就是国民党，哦，就得爱感谢国民党来咱台湾为非三者，什么关系啊？不讨厌。可能今麦台湾通日本派我，是袂派啦，啊，都过去都过，咱啊变成是一个主管的咱起初的时阵，咱起初的时阵，迄当时。迄、那个国民党政府甲咱教育个嘛是讲，迄个日本人做歹啊，啊咱当时都受训姜维以外，嘛佫兼受训日本啊，较早就是安尼啊，无迄个，啊当然慢慢了，阵小比较，啊佫有一寡吼，譬如讲迄个有去受害的台湾人，去互即个啥，去国民党吼安尼甲陷害啦，是安怎样啊，东东西西，啊则一寡台湾人从遮个真实的代志讲出来，写文章报出来了，阵慢慢看到了，阵讲哇了个。你咧骂人恶口，啊！你骂恶口，佮恶口，佮恶过来，对啊。所以爱有肉的来，啊，较凸显头前迄个好啦。无啊，佮熟悉起过来，哎呀，起比较，伊拄打过来，迄个行为就对啦，伊就无输。迄当时日本拄打过来台湾啦。嗯，国民党政府过来的时阵，遐早一挂走路边啊，听伊讲就是偷嘛，就是抢嘛，强奸查某囡仔嘛。就是这代志就开始做嘛，听讲有强奸的对啦，对啦嘛有强奸的啊，啊包括迄个所谓的这个啥国民党过来的时阵，一寡吼日产的财产啊、公家的啦、私人的全部拢扬扬扬去啊，包括林建林老爸因阿公啊，不是因老爸因阿公啊，应该是林建林阿公对啦，阿公也是老爸，阿因老爸啦，林建林老爸。三 PP 啊，相机卡夹一副迄个物件过来到台湾，忽然间单变接生，
迄个接管台湾，接管台湾了后的时阵，哦，迄、那个加善济甲惊倒人，讲对，搭做人几千万，卖人几千万，借人几千万，伊唔知啊，我们的同款的。啊，就是拢这种人啊，啊，唔知开始对因国民党同啊，一直切心，一直万分去啊。嗯，可以啊。啊，所以咱台湾人，咱多负责干呐，万分呐、啊，切心呐、啊，啊，结果无。杀人无安怎，无多人讲安怎样。有啊有啊，啊，咱已经用选票甲国民党赶落台啊，啊，但是台湾人又搁用选票，和国民党伫立法院内底，会当含国党小牵手，然后伫遐微微三折啊。啊，这个民主时代咧，阮咱啥，这拢选票出来嘛。嗯。就像十月十三要罢免十个牛啊，罢免会成，咱欢喜啊。哦，这个罢落来，这两公市长就甲罢掉。啊，罢未成又搁如何？罢未成，这个选票就是安尼嘛、嗯，所以拢免那么怨叹啥话啦。你像这个国民党甲国民党联手啦，将这个行政院总务省啊提上去啊。啊，真内底这总务省内面，干那要照顾民进党执政的管区呢？拜托的，即马民进党执政的管区剩偌济尔？对不对？多数是你国民党执政的咧。啊，你甲遐总务省全部拢甲踢倒去，啊，一寡弱势啦，要照顾的啦，什么叫做务省拢爱踢倒去？啊，这个就做啥？这已经无差别数的台嘛。啊，这进程的进程未未精算进程，咱就做过啊。啊，但是台湾人的选择就是安尼、啊。选择 啊。啊，所以写。反正两党啊，过半个啊。所以美国民党也是美国党，也是安那种种，我就讲，这就叫民主的后遗症。啊，像那外国人也讲，民主是必要之恶，表示民主其实唔好，但是无民主未使。民主唔好，民主唔好，民主伊会产生着足侪老啊。独裁就较好，独裁唔是较好，独裁当中那是伊家特殊维持好社会。足侪人伫民主的时间过久了，会怀念回去独裁的时代呢。你讲想看卖啊？有诶，民主家已经无限上纲啊，就对啦。你看咱今日要甲一个枪杀，就安尼舞甲安尼规片恁登安尼舞，爱咧抬人诶时阵拢免哦，伊咧抬人就三秒钟头你死啊！哦，对不对？啊，但是咱抓到了现行犯，搁兼个大啊官头啊咧解说，叫做有限制诶维持死刑合宪。什么叫做有限制维持死刑？咁那较好恁只。民主是你爱有犯法，你只会去让甲你治罪啦，甚至判死刑。民主叫人民来个看起来是人民做主呢？对，那个不是人民做主。那有可能人民做主是哪做主呢？人民呐做主，咱那得留下政治啊先过咧。所以哦，所以即个民主是来讲哦，是但小即卖还是台湾就对啦，即个民主咧。啊，闹啊有一边去啊，台湾啊输了闹。对，啊，台湾就是民主过头，无底限呐，无底限呐，啊，各行都无法理，伊就感觉安尼啊。啊，你若独裁话就对啊啦，要何你死，要甲你治罪，你免犯法啦。对啊，慢慢做啦。随时，大家你安弄了。独裁国家要何你死，要甲你治罪，你免犯罪，你免违法啦。过大时阵就安尼啊。但是民主要甲你治罪，要甲你判死刑的对啊，就是你一定爱犯罪，犯着正当的罪才判死刑。啊，都要查你这样呢。这个到底独裁好，还是这种的做民主较好有吼？当然一定民主较好啦。但是民主也产生足侪副作用啊。哦，都像这个像国啊这种的有无吼？啊，国民党这种的，这都伫咧民主的保护之下，你甲看人家咧，常常叫上过年日子爽啊。这代志要甲查，就去查个降息啊，去底下咧查咧。而且都爱个一定找着，即卖金牛讲底下咧找无啦。啊！这金牛找无，讲啊歹听，网络也有足侪文章咧讲这金牛啥啥，遐免少讲啊。人个检察官自然知影要哪用，但是讲无好找啊。金牛啦，万不哩找无，就是多利罪，多利罪啊，就是多利罪啊。多利罪甲贪污，迄个查侪了，迄个查足侪了吼。啊，问题伊多利罪，伊太侪条多利罪啊，伊都咪敢那去调呢啊，伊后手一调迄个。所以一条迄个北投树林科技园区，即马开始进行个调查啊。有啦，啊，就即马就是伊个金流到底安那走安那藏个有无？吼，你感觉看即马就是咧针对这啦。你爱查有伊个金流，才贪污罪，但是安尼有够民主无？有够民主无？当然民主啊！啊，要办关门条个时阵，你敢有看到检察官徛一排伫遐，讲这个案件若办无出来，阮落台，你敢看到这個？无咧。啊！你敢有看到检察官走去跟通缉犯咧串叫？无咧，无嘛吼，对不对？啊！你敢有看到半钟头，咱咧跟换法官？无咧，无嘛，对不对吼？所以陈昭珠拜托的，卖提下边啊来甲郭文哲小比，吼、哦。
麻烦一下哈，哎，差遐济，差天甲地，你袂感觉照镜看嘛？迄个面容拢变啊嘛，迄个拢变啊嘛。你徛伫黄珊珊边啊，迄张相片你家己看嘛，只照镜看嘛，足恐怖诶！哎，为着为着这个做这两单啊，是了鸡蛋嘛？我才是想有咯，做鸡蛋的哦。你敢问？你敢问？咱台南迄个单元机敢问看嘛？大声，算个大声点。啊，好啦，来。0800-0500-6688哈，来好来感谢，来进广告来。什么好戏？我吼，食什么好戏哦？吓，我食头壳疼。头壳疼吼，啊，你头壳疼偌久啊？哦，20天病袂有啊！哦，好恐怖！食十二罐，上三罐，吃十三罐啊！嘿，对。啊，有啊，好多啊！好多济哈！好，拢无啥物热啊，拢无热害，但是这只阵打这阵哦，有反应都艰苦。安尼吼，对啦，伊这反应，你若头壳疼，头壳讲，会去甲你通血咯，清血又会。甲一边嘛。对对。会安麻麻哦。嘿嘿嘿。啊，麻麻拢无啥代包。嗯嗯。啊，因为我上哪想咱看电台，因为我唔敢食啦。好好。我来讲，这唔着，因为遮尼贵啊，啊，咱看一下人是对对对。房间的啦。有影有影。再我一改买10罐，爱20000几块。嘿对。啊，这就在讲，这只只是后盖。你若有效是拢无贵啦，吼，咱咧食物件，你若无效拢足贵啦。啊，你像你食到即摆头壳疼，会当好起，安尼就是无贵啊，有价值啦。介绍有够侪啦。安尼吼。介绍有够侪，同我迄阵打食头三工就刚好啊。吼，安尼。反应够紧。对对。食三工咧，这头壳疼疼到拢本来是颔仔骨紧麦咧，我疼疼到颔仔骨好，那滴安尼滴完咧滴完，啊就拢甲变咧，足刚好。吼，安尼吼。我有阵时我有来用也要困，我烦恼讲食用唔知佫食个刚好袂。嗯嗯，啊，若听听过，咱莫食个热海，听过听过来讲。嗯，啊，即卖同我过来就拢。即卖食许多山料特别啊。嗯，啊，即卖同我头啊会少发热，啊，即卖就拢好多免找医生啊。对啊对啊。我再讲，再讲，有哪一个爱看着紧张，上无用。嗯。上多流汗就热听。安尼吼。啊，即卖我就拢见医生看，一定我毛病啊，拢安尼俩。嗯。我即卖直接过拢无咧找医生。拢无咧找医生啊，强伊因为伊在食这吼，会增加咱的抗体免疫力啦。啊，所以你也较袂感冒，也较袂破病啦。啊，佮再讲吼，我感觉迄面吼有生，唔知是暗正条啊，啊暗正，啊我就是感觉，我即个怎啊无去？暗条也无去吼，迄唔是条啊？都敢那，互你袂晓讲，暗是条啊，佮一粒安尼啦。顶啊一粒目睭下落来，好多眼寸，目睭落来眼寸了。啊我即个我忙记袂只菜讲，啊我即个吼无去，哎呦！啊姐姐会甲你排毒迄个。体内毒素当然，迄一粒钉钉嘛是算一种毒素结起来吼。啊，原来无去着啦。恭喜你呢，你食个真好啊。我食啊，我迄阵我有时阮隔壁家伊是迄医生头壳听讲住院听真啊啦。嗯嗯。伊食不听真，连50几个啦。嗯嗯。啊，我就要伊讲阿妈呀，你先食啦。哦，你食好到伊较要食就对啦。我叫你先食好看安尼啦。我来讲，啊你还没来食啦？伊讲。我叫伊讲，哦，唔知好无，遐尼贵啊。对啦，啊，大家拢记住，拢有这个想法。啊，其实你像你安尼食落去，你会知道，这个石头山确实有效果啦，吼。对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拢真好。嘿嘿，你只介绍有够多。介绍有够多哈。嗯。讲你。好来，真感谢咱雄狮时代会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咱信南公司好友，咱独家所提供的啦，吼。呀，信南公司的这些产品哦，希望雄狮大好好来个使用啊！你看这学生哦，啊，甲咱健身哦，这真正人哦，有当时免疫力、抵抗力较无，啊，食咱的石头山食了哦，讲听讲讲，唔捌咧艰苦滴啊，过去吼，规身躯了对，安尼啦，啊，体力也无好，安尼吼，所以雄狮大健啊，听什么？咱重点就是讲啥？食这物件对身体上诶每一个部门都得要有帮忙。安尼个食了有价值就对了。你比如讲，讲咱身体虚弱无元气，啊搞毛病、搞感冒，种种，你都唔是大病啦，啊都不时的天气啦，稍微变一下吼，啊伊就对对啦，伊就咧找医生啦，都头先虚弱啊，啊无得外无得身体上啊，感觉倒位都未爽快安尼对，迄就体力无好。也主动的这个免疫能力不好了，对，安尼，我说失去了这种免疫能力的人，你想容易
治着感冒，治着一寡辛苦白听着着。啊，这治着了，你就等下找医生啦，啊看啦，安尼啦，啊足接足接，安尼啊一年通天哦，袂输敢那白人安尼着着。迄个是抵抗力薄，免疫力无好，安尼着着。所以这种毛病的人哦，你无大病哦，但是乎你真烦，你都唔够艰苦，伊也咧艰苦着着啦。安尼要安怎？圣山公就许多山挂灯去吃，挂灯去吃，将着身体上该调理好健康，乎你主动的这个免疫力会当重新修补，等个等啊，这足重要着着啦，这个非常重要。你免疫力咱啊家己无当重新修补过来着吼，你爱靠咱的许多山这个产品。那给你倒下手，和你主动迄个病药，你家己吃了有元气、有体能、有体力，迄、那个病药而且主动的力量，你家己就修补做等啊。那两个病药你家己会修补呢？啊，是啊，今未修补，伤虚嘛，伤无元气嘛。所以咱信诚公司的产品都是不如吃这了掉。所以安尼来吃，你的身体上的状况，你得保持健康，较袂讲啊，两三天在咧找医生，两三天在规日当天啊。做这些人安尼哦，安尼，迄个是免疫能力松脱了，你家己无当修补了，用许多山加产品来帮忙你，互你当进入了健康的时期了，对。这是信诚公司希望从许多好来个食的原因，这些所在了，对。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全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咱即马一处个别信诚公司产品十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三款以外，咱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请上给咱买十款的朋友哦。买十款的朋友呢，你也当个金平底锅一支，你买个金啊，这个电风一台，金毛毯一领。经信诚公司另外有三十粒装的惠安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清、软骨素。三十粒，你要甲金啊燕窝两盒内底有十二罐，拢总会用尽。咱一道金一项未完结。啊，另外一处个别信诚公司产品五款的朋友呢，都加上一款以外，同款我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请上，和咱买五款的朋友哦，买五款的朋友，你当个金三件色的保鲜盒啊一组。你要甲金保温杯一支，金白沙湾气哥一条，金单向的喷射一盒。你要经五目子的洗头毛巾一罐，五目子的洗衫巾一包，你要经燕窝一盒，内底有六罐，拢总会用尽。咱一道经一项未完结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蔡秋风小雨》。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哦。来，咱继续个来甲进行节目，看咱今仔日拜年呢，在时啊来到咱节目现场，由我咱台南公民地可咱进行着建良啦哈。来，建良来，先跟总统啊所有听众朋友问好者啦。总统好早，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建良。是建良好早哈。建良来，咱就先对国际新闻来甲看起哈。是啊，这个中国哈，不是中国啦，香港啦哈，香港进行这个法院哈。将这个犯上中的这个人吼，参与的人吼，有八人就对啦，判这个暴动罪啦，成立啦，四当以上吼。因是安那呢？因是来伫这个伫迄个时2019年的时阵吼，犯上中的运动吼，有足侪这个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吼，甲学校讲起来，一聊聊聊含警察。就是对下了对啦，啊有啊，警察个包起来，我又出来了对啦，因着气油弹，哎，理工大学嘛，哦，啥物会无？哦，要做气油弹嘛，简单了对啦，甲牵了对，甲夹了对啦，啊夹夹夹夹，啊因为用围伤久了对啦，所以外口个民众看袂落去，有哪来围警察？哦，啊要救遐学生啊出来了，那围三层，哎，啊结果这个民众了对啦，这个民众围个民众呢，其中呢。有这个28就对，有23岁到33岁就对啦，拢去法院吼，甲宣判，甲上法院办就对啦，啊，进前前几工来宣判，全部拢暴动罪就对，暴动罪就对啦，啊，迄个时阵吼，因有200几个人啦，有17个啦，就对啦，吼暴动罪啦，啊，其中8个有成立啦，吼，啊，另外。这是最后一个，这因总共抓213个吼，啊，上尾咱讲的这八个人是上尾啊一件啦，啊，有偌济人被判呢？共款拢暴动罪呢？头前已经判200个啊，那是差不多100%啦，总掉啦吼，已经关200个啊，而且话这上尾啊8个有哪判了对？是不是刚才是警方判呢？不是，同一个时阵呢，这个香港的中文大学的学生了对啦，有哪共款有5个。向判5年，我那是暴动罪。啊，香港大学这个不是为学校啊啦，吼、这个是含对下了对啦，吼、哦，伫街头小弄了对啦。啊，校园我那有啊，街头那有啊，有5个向判的，看嘛是暴动罪啦，暴动罪吼、哦。啊，差不多拢抓了了啊啦，哈、啊，你也无走的，差不多拢抓了了啊。啊，这是香港吼、哦，香港的这个新闻吼，啊，那香港这应该是无意外啦，吼、哦。不意外啦，这算拄好尔，拄好尔，啊，这是香港吼，啊，反正香港已经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啦吼，所以即马甲咧判这吼，啊，搁这个预备的判断啦吼，你若有咧想就对，有咧想就对啦，就厉害官呀啦，就厉害官呀啦，啊，这差不多，咱个人大家吼，只要老读历史吼，读台湾吼，以前国民党统治的历史吼，你大概会当理解香港即马形成什么款，你就会了解了，对啦。其实真简单的，以前国民党安那做，就是因即马安那做。啊，这个另外一个呢，台湾吼，你感觉即站吼，好热了，对啦。各地拢好热吼，安尼。
台北小出一个尔，作一个尔，都饮醉了对啦。啊，几千万治水，唔知拢要创啥货？哇，我那个咩？哇，你想今年、最近这几年啦，你包括中国啦，包括南韩、日本啦，嘛是我落一个好飞日本哦，都安尼做水灾，饮加只饮呀。主要是这个瞬间暴雨啦，吼、啊，这不只是咱家吼，以这个核物了对啦，落伫倒位呢？中西非洲啦，非洲啦，吼、啊，搁一个中欧啦，那、就是欧洲的地方啦，吼、偌济人死亡呢，上千人因为安尼翘起，哇，你这就是好呢，吼、啊，奈及利亚吼，吼、这动物园真正精彩的啦，鳄鱼啦，毒蛇啦，总冲冲出来了对啦，拢冲出来了对啦，上街头了对啦。啊，你咧讲冲出来，咱昨昏的台湾，鳄鱼哦，咱有哪有鳄鱼哦？哈，刚才咱有哪有？讲伫什么溪啊？迄条什么溪啊？屏东高雄呀？嘿，啊，这因为那同款哦，这个就啊，这个暴雨吼，是极端的暴雨了对啦，汹汹落真大了对啦，去和非洲了对啦，非洲的这个所在吼，引发了这个土石流啦，啊个这个溪涨起来了对啦，下袂离了对啦，暴涨了对啦，啊有超过千人来死亡了，因为来死亡，你看你知影非洲较所在较散吼，所以话医疗啦，上较无进步吼，啊个这个厝嘛拢。去了较疗效吼，所以真容易就受到冲击吼。那有超过十万的这个厝了对啦，去用毁掉了，就叫大水毁掉了。那目前哦、有400几万人吼，是无厝人住，因为安尼了就无厝，无受到冲击了对啦。啊，真内底吼有四百几万人受到冲击啦，啊，超过一百万人了，对啦，无厝人住，必须爱离开大个所在了，对。啊，这是算规模真大吼，所以国际组织吼开始来出手吼，因为这实在太多个吼，数量太大了，对啦。啊，像比如讲奈及利亚啦，吼，讲四季后人啦、啊、动物啦、啊、的尸体吼，安尼伫水里安尼烧了，啊，有人困伫高速公路啦，吼，啊。动物园，头我讲的动物园哦，大部分的动物是叫淹死啦，啊，但是鳄鱼因为会游啦，毒蛇有哪会游啦，所以会游的就走出来啊，会游的就游出来，啊，未游的就淹死啊，所以八成的动物拢叫淹死就对了。啊，这种吼、这非洲国家吼，因为因的这个基础建设吼较慢，啊，这个雨啦落落去就对了。拢差不多水灾啦，哎，即卖雨量了对啦，拢冻袂掉啦，拢冻袂掉，哎，不比台湾吼，比如讲咱有较，咱有即个真好个即个下水的系统啦、啊，顶顶啦，是虾米呢？挖虾米泄洪池啦、啊，虾米有诶无？非洲啊，迄个物件，无啦，你若破花都无啊，你若讲迄河吼，些花涨较悬了对，迄连边啊破花都无做啊，就过了淹入去啊，对，所以即会当讲那。即卖极端的气候落去了了吼，因的即、這个迄落、那個、啊，佫奈及利亚佫有一个卢卡即个佫有一个所在有那些穷叛伊了对啦，就是加加是穷一个叛伊了对啦，有穷啊倒伊三百外的即个加加的即、這个。诶，这个犯人了，对啦，造出去，超过三百个造出去啊，加加个变足宝，啊，伊个大水上大，冲了了，迄其实嘛，冲垮伊个外墙了，对啦，伊个墙啊又冲无，啊，我想你也无冲无落去了，对啦，用个边管你嘛是修出去啦，你个用个咧管，用个墙啊管，然后来修出去，我要赶快造出去，对啦，啊，我想迄个时阵应该是大家。顾家己的性命要走较紧啊！我插插你咧有走去无走去？我看你内底咧顾的吼，迄啦，迄、那个即、這个时间到吼，内底咧顾的吼，看到即个情形，家己嘛先酸吼，啊无你要最紧死啊！我这看起来是真正力吼，啊台湾嘛是同款啦吼，台湾嘛是同款吼，是哎啊，但是讲到来台湾，其实爱讲一下就是讲，啊这个。北部吼，进前南部咧落雨啊，北部一挂即个臭嘴啦，一挂即个拿白的民意代表了，高雄的去遐做预算啊，治水治干那样咧，啊你甲看哦，台北
这个沙巴河，到比之前迄河较大，无嘛？落只小尔，恁安尼台北拢四季淹水，你讲讲恁治水，你也知影台北。湘北是开比高雄、台南较侪吼，侪过哪个零吼？是侪一点啊，还是侪过哪个零吼？而且恁污水下水道系统拢做好啊？阮是也未做好嘞。是。好，建良呢，先甲咱讲一下，这个做大水灾就对啦吼，这真正有影即摆气候变迁吼。有，好来好，先来进一个广告，阿良明再个倒转来吼，来感谢。那即马广告时间来介绍咱的产品咯、哦，咱产品有许多山，这二十多吨啊，哦，这历史啊，真长啊，就对啦哈。安尼哈，啊，像啊姚林、朱连坤，安尼做这台湾俱乐部，就是头一位，就是这个许多山的对。啊，深深受着咱乡亲许多的这喜爱啊，啊，所以阵呢，这食个够壮实就对啦哈，啊，免去讲啊，听众朋友。一个健康食品吼，一旦食，一旦卖到正时，大家相信是大，还过来一届五罐、十罐的可能卖吼，真少啊。市面上真少看到这个就对了。所以这原来就是这个物件对咱身体真正有帮忙，啊有帮忙以外就对了吼，佫无副作用。你唔是有帮忙有副作用，安尼无好呢。这个病食无好，这个别种病佫形成就对了。绝对爱有帮忙，无副作用，爱清气。袂使污染，产品袂使污染了，对。塑化剂啦，农药啦，吼、哦、啊，我什么什么污染的物件，安全安心个食，身体健康，这个许多山无简单的物件，吼、哦，非常感谢啦，吼、哦。啊，除了许多山以外，当然咱个有两个所，还个有金立明，吼、哦，还个咱美发这有集团啦，吼、哦、啊，有三四样产品咧，互咱购买。所以除了这产品以外，吼、哦，咱加些产品就对啦，两个所，吼、哦。软骨素香气，这是咱信南公司为一味对骨头保养的物件，叫做软骨素了，对吼。要呢，伫软骨素这个产品内底，这内容吼，甲咱介绍啊非常清楚吼。然后如果放伫要呢啊，这个节目诶，这个广告大，尽管咱个听好详细吼。软骨素，金立明的第二代，这是咱信南公司吼啊，将就这个金立明吼，搁个提升到迄个处方啊，迄、那个质与我关系。在经过两关，而且制作过程中间靠我同做到安尼，所以咱平平钱要开要吃，咱来吃可能迄个爬索较悬呢。这经过米巴这团的研发出来了，对，叫做金立平的第二代吼，过目睭吼，这个五百喜乐清了，对，这是一种这个保养品，血液咱血咧流的中间了，对啦，规身骨安尼咧流通的过程中间了，对，未使有杂质，血内底。未使有出问题了，对。胆固醇啊，血油开始伫咧压，你唔知，你都要检检才会知。啊，都要食西药去降压，雄激素。平常时咱人五步血清伫咧食过程中间就对了，一开始伫咧开始要特别靠，也将中个化解掉了，对。血液流通会迅速了，对。这是五步血清最大对血液。最大功劳了，对吼。啊，那有你无不了解，你等拍电话过来吼，保顺健。咱男士朋友需要产品，你问下有吼？放尿，家你知影？拍电话过来，放尿，拍电话过来，甲咱买保顺健等于服用吼。血红素，这个血红素吼，就是咱这个血不足，简单讲叫做贫血。啊，这贫血吼，听众朋友有真济这个症状，伫这贫血里来第三型的，但是你唔知吼，你当作是感冒啊。当时是咧人咧无爽快，心中唔知道都有问题无，呛个呛，暗时啊歹困，翻来覆去，安尼种种个问题，啊惊咯惊寒，啊脚尾手尾拎起机了掉，啊头晕嘛暗了掉，这拢是贫血产生个部分。所以像许多那是真正贫血产生这症状，你食血红素都正确个了掉。伫日本、韩国有几年。销售五千万只，台湾多干，咱咧做娘娘，所以雄起大，这是真好产品哦，食袂掉哟，吼，保卫食袂掉了，对个。咱现在公司靠有非常熟哩，只娘吼，感谢有你们不了解，你拍电话跟做详细询问，0800-0500-6688，0800-0500-6688。
来，感谢啊，咱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00。啊，其他的节目现场哈，啊，是咱台南国民地区咱的执行长建良啦哈。好啦，头拄啊建良咧讲到这个世界各国吼，啊，底下咧饮水啥话种种啊，其实吼，即阵嘛，这个气候变成过去讲到这百年一遇的啦，啊是讲到这两百年一遇的，这即嘛变不管是拢咧发生就对啦哈。啊，这落落到地排水系都拢下袂有法度哈。好来，咱先互恁报告电台做工商差报，工商服务员建良再个再甲咱做专题报告哈，来感谢。
来春风刮云花开乌蝶飞来的时阵，听众朋友，白沙湾起膏真正有够好，用过人人都学了。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的齿患愈洗愈健康，愈洗愈健康。赶紧电话卡号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零七九七九四五零七九，感谢你。好来，感谢联播国电台刚上插播了后，咱个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啊，今仔来到咱节目现场，台南公园地块咱地形叫建良啦哈，来，咱先来听歌，听一首好听歌曲，小弟来建良啊，咱做报告哈。啊，这是大台南市呢，啊，咱一位张先生所点播，张天君为咱所献唱这首歌曲《港口情歌》，来共同欣赏哈，感谢。
人我怎样真正来喝醉，海上的生活单调又无味。好嘞，感谢哈，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0800-0500-6688哈，来节目现场，大南公地可能地形叫建良哈，来建良请来。是啊，这个尾下咧这条新闻吼，这条国际新闻吼，已经连续烧几礼拜啊吼。就是这个黎巴嫩的这个真主教哦，而且个爆炸案呐，吼，伊咧是炸 BB 扣啊 ，B 扣扁起的这个爆炸案吼，啊，这已经这吼进前吼，传出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公部长吼，伫个巡查基地上发表讲话啦，啊，伊就讲吼，啊，伊来这个已经伊对这个伊对这个国家情报单位就对啦。这个摩萨尔德吼、哦，摩萨德的这个整个国防机关就对了，哦，真恶劣就对了。而且讲吼、哦，即马战争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啊，这番的谭威宏这个解读吼、哦，讲吼、哦，伊其实就是这个爆炸案的幕后的主谋啦，是，那是以色列的国防部啦。哦，来切动的就对了，哦，啊，所以吼、哦，所以用这个 BB 扣的这个爆炸了，对了，爆炸了，对了，啊，这个时阵较，因为这条新闻了了，大家知影，哇，因个有在用 BB 扣呢，哦，因个有在用 BB 扣了，对了，啊，这是因为吼、哦，相对吼、哦，我相信因有那手机啊，但是现在不用手机啊，吼、哦，这真主教的这不用手机啊，吼、哦。主要是因为手机啊是透过电信公司啊，吼、嗯哦，所以手机啊的来源真有可能会当甲你做 GPS 的定位啦，嗯、知影你人伫倒位啦。但是啦 ，BB 扣吼，这个物件吼，你无多知影你人伫倒位，是啊，你较来回电话安尼就好啊。啊，你 call BBB 甲你 call 了对啊，任务要开始啊，是叫你几点啊？你较来回电话，安尼就好，所以袂防知影你人伫倒位，吼、哦，袂引起怀疑了对啊。所以因也是也可能用。这个 BB 扣，嗯 ，BB 扣，我就想讲奇怪 ，BB 扣是当时的物件，那一个咧用了对啦。迄刚有一篇报道咧讲啦吼，嗯，即讲以色列的这个官方，嗯，伫要甲因设计这个爆炸案的过程当中，伫两三当前，因就是放出这个消息啦，嗯，伫这两当前啦，嗯，放出讲，嗯，咱即马咧用的手机啊，会互人定位，嘿。啊！你行到对他，你到对他，拢甲你监控甲一清二楚。嗯。啊！这个消息一个放出来，你后时阵吼，这真主教、真主党家的人就对了。嗯。就开始就生惊啊！伊就讲话安尼未使呢。啊！咱行到对他，拢叫以色列这个有关单位甲咱监控掉。啊！这临港若发生啥物代志的时阵，咱要走嘛走袂离啊。系啊系啊。啊！开始迄当时因已经吼，听你讲已经有一寡吼，一寡迄个冒名啦。都无管你讲出真实的姓名，诶，以色列的生意人已经去伫迄个黎巴嫩遐开这个 BBQ 的店嘛，已经进真侪迄个 BBQ 伫遐准备要卖啊，啊，佮配合一两当前讲遐的手机啊，讲向佮定位的消息处理了时，人家真主党的领袖就开始讲，我这手机啊唔好用，用 BBQ 了，啊，即嘛一个盈利啊，盈我啊，盈股关系，咁啊，佮嘛是啊，袂歹用啊。啊！来开始愈侪人用的时阵，开始吼，都已经掉啊嘛。啊，掉的时阵，就是以色列就开始看当时要引爆啊。因就感觉讲我的数量未出偌济，因就开始计划讲，伫当时伫啥物所在要引爆，那是安尼啦。因为确实吼，就是讲
手机啊吼，是当做定位的。我比如来讲，你若手机啊无去了了，除非你关机啦。嘿，手机啊无去，你会当啊啦，你会当用这个，你会当用电脑去找着你的手机啊，即马伫倒位，哦，会当看到，还是用另外一支手机啊来输入你的密码了了，会当看到你的手机啊即马伫倒位咧叮当。是哦，吼，会当看会到了。啊，如果你若是伊个手机啊碰去，迄个时阵你是关机的咧。放弃是关机的，你就无多，多啊多啊嘛，系你就无多。啊，我若叫到人，我若甲你关机，你嘛无多啊。对，哦、啊，但是吼，伊若叫到手机啊吼，后边有一个足长的迄个号码吼，知影迄个号码了了吼，即、這个伊就知影是手机啊，是咩人的啦？电信公司拢有啦。因为伊是安那，咱是插一支卡了了，含迄个手机啊。两个号码合作会，伊个手机啊较会用钱，所以有手机啊号码含迄个门号的号码啊，那这个 GPS 确实是，伊会当伊确实是会当定位到啊。唔知大家有会记得进前一条新闻吼，这个陈昭之是不是伫迄、那个伫迄个一届会一届这个迄、那个杂草的迄个会迄个聚会内底讲啊，我人就穿。讯息和我的这个，和我好朋友的对啦，落清点的对啦，吼，阿 Q 总统甲拍，甲打脸，讲无手机无咧用啊，一机无咧用啊，一机已经无咧用啊，伊选机种也无咧用啊，所以伊本地人不是好朋友，我咧知影你不是好朋友的对啦，啊，像现在无用，你是因为国家安全的关系，因为是安那呢，不是因为手机啊，逐机拢会当个定位到，是因为伊的手机啊，伊手机啊用足久。安对国大用啊，即嘛？哦，你看头前迄个3332的迄种开头的这种哦，数字那是33233的这种，你就知影这就是用足久足久的，手机啊，开始这个号码，因为上早出来大哥大拢是这个号码，啊，你因为用太久的啊，所以足侪人有，所以有可能去用，定位着，哦，中国一间报单位可能嘛会杀掉了对啦，啊，所以。会有危险性，所以就甲建议卖用啊，卖用啊，啊换河北当然别当王仔啊，河北啦吼，碰触王仔啊，嘿嘿嘿，啊就是用较安全的方法了对啊，安尼就安那，就较安全，是，啊这你当，所以你就知影讲手机也是会当这个定位到的，会当防定位到，尤其是啊啦，比如讲。我那这以这的人底下用的对啦，你手机啊办的可能拢以色列的电信公司啊，伊遐较有可能讲有真主教的电信公司无嘛，无可能伊拢以色列的嘛，伊只要知影你是真主教的，这号码几号，我就给你定掉的呀，我就随给你杀掉啊，哎，所以伊会惊，伊唔敢用手机啊，吼，尤其啦恐怖分子，愈唔敢用手机啊联络。无你用，咱若看电影，你就知影吼。迄是毋是拢去卡公用电话？吼，迄啊卡公用电话咧联络着，无你用手机啊联络啊啦，会向对着。吼，手机啊联络，所以手机啊关起来，啊就会向对着。啊，所以这其实是安尼来吼啊。这个代志吼，啊，毋过这想袂够紧诶，用一部吼，实在是可能大家拢想袂到吼。诶 ，BB 扣就碎掉呀，病也未随死呀。但是啦，真正病你啊挂咧，巴肚边挂咧巴肚边，当然病了你就你就。啊，这个物件就是拢全部挂伫巴肚边，你就是第二粒底下来底啊。所以掉拢就严重啦，严重啊，对啦吼。啊，所以这个吼，和咱看咧这条新闻是啊，为者咱就来讲这个，伫台湾吼，到底这个 BB 扣吼，含这物件发展的历史啦。啊，佫有一个吼，含 BB 扣有关的这个故事，我甲大家分享吼。是。首先呢是 BB 扣这个物件，大概是，若较少年辈可能唔知啦吼。这个物件是伫台湾是伫1980年的时阵，出现的。迄时阵当然无手机啊这种物件啦吼。迄时阵1980年的时阵吼，伊这叫做啥货呢？伊咱家叫做 BB 扣啦。啊，是因为安那，是因为伊安那，伊那。样的时阵咧，哔哔哔哔哔，安尼就对啊，所以改叫哔哔扣。好，啊，伊的这个专名正式的名称叫做啥物呢？叫做无线电叫人的业务啦。哦，无线电叫人的业务。好，啊，初期的服务哦，一开始的1976年开始，好，开始台湾开始，啊，一开始干到台北市，其他所在拢无就对啦，干到台北尔吼。啊，1987年了了吼，推广了全台湾，到全台湾拢。啊，伫1988年的时阵吼，佮开办这个
愈较侪服务，不只是当叫人合买了对啦，可以当传中文的文理吼，诶，即个讯息啊，买当有股票行情、外汇、气象、交通拢会使了对啦。以前拄打开始的时阵是。有一间公司，迄一个安那称呼嘛，拢未记起啦。罗密欧，吼，唔是，我即马就讲我地 B B call， 哎对，啊结果有人搞我迄个搞 B B call， 搞我 call 了对啦，啊我看，我先卡电话来一间什么，哦对，电信公司，一间私人的公司，啊迄个私人的公司，迄个嘛是种，拢是查某囡仔接的啦。伊讲诶，啊你有一支电话是等等等，我这卡啦，啊你卡大会，啊后来 B B call 就进步个直接。比如讲，见到你加 call 的话，你的号码就直接拨了。不，你就是处理那七啊，七 B B call 号码了啊，七你的号码，紧字后边七啊，啊，所以那时候开始有什么520啦，我想你啦，我爱你啊，迄个谐音的这个谐音梗的这个受力就是有遐来，就是因为 B B call 来。啊，后来呢，发展到啥物，有一种，我咧姚人家讲的，这种中央的公司，伊是安那呢？我唔免甲你 call， 唔免叫你回电话，比如我要来你讲什么代志。吼，啊，我就卡这个卡你专用的电话后边起列号码，起列号码，比如讲卡这间公司的电话啊后边起列号码，吼，你的分机号码，卡入了了，第一爱你，伊在信箱内底录一个语音信箱，啊，你看到 B B 扣时，滴滴 B B B 的时候，哦，有一通，啊，你就直接卡迄个，赶快卡迄个密码入去，入去你的信箱，啊，你就当听到对方讲话，啊，来讲啊，迄个。迄个七点吼，咱七点约倒位食饭吼，啊，然后未去一咱那，啊，你倒位啊，该去倒位啦，无开啦吼，啊，你讲，啊，你就免啦，唔免去啥物回电话，对啊呐哈，啊，你啦带迄个人，遐嘛无电话咧，我靠你，要甲你讲代志，啊，叫我遐嘛无电话，啊，是要回，啊，我都回，所以就发展出这种中央的公司，咧做这个服务了，对，啊，这个物件，在台湾维持一段时间，吼，维持一段时间，吼，一段时间到1990年第一期这个大哥大出来了了，吼，慢慢这个服务就无去啊。B B Call 吼，啊，我先来讲 B B Call 的故事。B B Call 是安尼哦，你比如讲我留 B B Call 号码给你，好，我会给你留号码给你，啊，你也知影我系 B B Call， 啊，你会当我 call， 吼，你会当我叫我，我即马伫阮兜，我输入我的电话，你会当你会开电话给我，安尼，哎，打，所以定人敲电话去。哎、啊，你好，我什么人吼？迄、那个打头看有人催我，吼、嗯哦，有人给我 call 了对啦，吼，啊，就知影 B B call 的。啊，这吼，大家唔知佮是即个宋楚瑜，宋楚瑜做过即个新闻处长，新闻新闻局长啊，局长迄个省政府的啦，上早是省政府啦，应该是今麦的行政院发言人，对，应该是安尼吧？哎，不，迄阵是。台湾应该是安尼吼，台湾省政府咧做省长的时阵吼，哦，无啦，伊的新闻局长是属中央哦，對對對是行新闻官哦。伊、啊、后来吼，伊后来做省长的时阵，台湾省省长的时阵，有一个新闻处的处长，哦，大概可能有熟悉，叫做黄义交。哦，主持戏啊啦，系黄义交，你知道哦？系我知，主持戏啊，一站嘛吼，黄义交吼，因为真。漂白，对啦，含宋楚瑜，拢变少年就变，拢变倒，对，拢是变倒的人。啊，所以吼，黄义交有真侪这个含包包啦，吼，比较真侪这个故事吼。那迄个时阵呢，伫新闻界吼，有这个迄个时阵无手机啊，所以拢是安那用 B B call， 啊，因为是新闻处，所以一定还有 B B call， 安尼开当安那，开当含记者联络嘛，吼。啊，所以呢，这个黄义交真厉害吼。伊即马啦，吼，即个查甫记者时，比如讲我诶 ，B B Q 号码是偌侪，啊是偌侪，吼安尼，啊后壁加一个锦，吼，比如讲几号，吼查甫诶可能讲拢锦一，安尼对啊，我就知影啊，这记者卡啦，啥物记者卡啦，然后伊查甫记者呢，拢甲编号，我吼你是咧锦22、锦21、锦23，安尼爱拢知影，啊每一个人拢无共，啊所以卡诶就拢有一个尾数。卡来留的电话就有一个尾数，我就知影讲啊，这是周的靠歪哦，这是小鱼靠歪哦，这是什么人靠歪？好、哦、啊，安尼呢？安尼就会当，这个
私底下的，私底下来当联络这些人就对啦。啊，有的有特别新闻呢。你当时有含义有特别事件发生的真侪个啦，包括酒会啦，啊，佮有另外一个，迄个讲啥物哦，一个名，我名外记起啦。对，哦，面的真水，讲啥物，属于啥物，迄个一个生活免啊讲，反正就是因遐贵族。对啦，嘿啊，真火了，对啦，伊真火啦，啊，伊这火要哪火，人有哪有功夫的，是透过这个 BB 扣。后壁买锁，啊！即嘛啦，卡回回电话时，拢知影虾米人。无咱若回，咱若回电话啦，毋知影即个虾米人啦吼。你拢问我啊，迄个我虾米人，哪有人我call？啊，伊回电话毋是安尼回咧，讲，诶，小鱼哦，好久不见了哦，阿得阿得阿得阿呐，拍七啦，是啊，招迄个发新闻哦，那是怎拍七啦？嗯嗯，啊，黄一水、黄一娇呐。伫迄个时阵就真有名了，对啦。你看我用 BB 扣咧拍其他了，对啦。那是即款的了，对啦。哦，啊，这是黄义交的时阵用 BB 扣报道，啊，真侪记者朋友拢知影，拢知影吼。哦，原来是安尼啦，啊，那查甫的无啦，拢同款了，对啦，吼。诶，啊，这是这个 BB 扣吼。嗯。啊，伊这个 BB 扣吼，一直。应该是安尼讲哦，以前早期的这個电信吼，电信公司吼，电信这个物件吼，拢是安那，拢是政府机关的，啊、嗯，政府机关的，哦，合理的，哎、嗯，啊，这所以拢是政府机关，所以以前吼，上早期咧配电话吼。电话机啊，拢是安那，电信局架的，是，你袂使家己去买，嗯，拢电信局架电话机啊，吼。啊，一直到这个，所以吼，啊，因为电信的建设吼是真开钱的物件，你像全台湾线路要铺吼，迄那毋是政府机关可能无法度啦，吼，可能无法度啊，所以早期拢是，迄个拢是这个，拢是这个政府机关固定的啦，啊，后来较渐渐民营化啦，啊，像中华电信款你嘛民营化吼，啊，以前呢拢是用啥物呢？用这种这个铜的线。来看，嗯嗯，好的，以前那个蓝线啦，吼，啊，所以咱电话拢会安那，落雨了安那，沙沙叫。哦，对，嗯，落雨了沙沙叫。嗯，接触无好啊，接触了歹，安尼冻的啊。啊，即卖电话较袂安尼，是因为啥物？即卖用光纤，嗯，即卖电话是用光纤，是啥物件？就是伊会当用，你甲看吼，伊迄个透明的线，嗯，切落开了透明的线，伊迄都有光线，啪啪啪，啊拍。强弱啊，长波短波安尼，就安尼拍，啊，迄是安尼，迄是数位讯号，所以迄个无未受到电磁波的影响，啊嘛未安尼单位讲嘣一声，啊就沙沙叫安尼买，就买了对，就较买，吼，啊，这是安尼，这个是数位化以后的这个新的这个物件啦，吼，啊，这是这个 BB 扣吼，啊，这个 BB 扣。差不多，会当讲伫1980年代咧流行，差不多更十档有哦，比较十档吼，比较十档较渐吼，即个上早的即个手机啊出来了吼，迄个时阵是对澳的啦，嘿，无上早吼，上早大家唔知有印象，黑金光，黑金光拍起了，上早出来是1990年的时阵，黑金光哦，这不是一般人有诶。上大机的是安那，爱拍一支主机啊，啊个一支电话，啊放在车顶，差不多生意人靠你个，啊一般人没个，啊个安那哩啦，个爱助力拍，因为真重，所以左手拍一个，敢那卡棒吼，啊是主机啦，啊顶头放一支足大机的这个大哥大叉哩顶头，啊平时啊放车顶，啊落车的时候边啊落一个迄落，甲你拍呢，甲头家拍，当的拍这个，好。啊，还一支大哥大呢！啊，其实迄就像啥货呢？迄个敢那像迄咱以前的这个做兵吼，那查埔囡仔做兵拢会乖乖，乖乖，哦，拍足重的啊，拍一支啊，嗲吼，嗲呼叫，其实就差不多同款的原理。你只要想迄个，就知影手机啊的原理就是安尼啦。伊就上炸旋就是安尼。你讲，哎，提起来呢，啊呼叫啊，其实是拢啥货？敢那像无线电，是，就是一种的无线电啦，吼，合法的无线电就对啦。哦，啊，这是这个手机啊，迄个时阵，吼、哦，开始有这个开始发展，对，开始发展哦。啊，了呢，安对这吼、哦、，B
变成啥物？按伫这足大机有拍的，然后变成咱讲的乌金公啦。乌、嗯、金公就也伊手。剩你几年？剩你几年？唔免个主机。啊，我那算正大机啦。好、哦，我那足大机的啦，还有我那，哎、嗯，迄阵兄弟拢买一支机子吼，一支机子，甚至做武器。小拍当也爱讲。小拍我那当来提来喊吼，迄足重的啦。啊，这即马手里你也去有诶吼，哦，这有值钱啊，这机有那值钱啊，这乌金公，这是上早的这个上早的这个手机啊。啊，慢慢，较做现怎个？慢慢手机啊，较那较发展，较发展到这个，发展到这个。哦，迄个啦，小海豚迄种诶。迄种诶，迄个时代叫做啥货呢？伊上早诶时代是即种诶，敢若像无线电同款，较大机。了呢，即、這个时代咱叫做啥物？叫做 GSM。GSM 呢，咱即卖用迄个卡吼，迄、那个 GSM 诶时代。GSM 了就变成啥物手机啊出来咧？咱大家都能知影，就是这个上有名的手机啊，牌子的Nokia、Motorola、Motorola 是啊，即马拢无去啊，即牌子拢无去啊吼。因啊啦，个有日本的迄个啥，日本的新力咁，迄个Sony 的，咁Sony 较少啦，较少哦。诶，应该Nokia、Motorola、Nokia、Motorola。哎，就迄种贵机的啦，还有一个银幕安尼啦，啊，银幕可能是欧贝啦，欧贝吼。啊嘛，看到安尼雾。咱若无即卖手机啊，咱袂较早，咱袂感觉较早迄部啦。啊，但是咱即卖手机啊，看就是足新嘛。啊，所以咱甲回想对以前呀，其实迄个银幕就感觉雾。啊，伊个银幕就是干哪受力呢？受力啦，受力啦。啊，欧贝啊，但我那会当传力啦，哦，讯息我那会使啦。啊，即个上早的即个手机啊，就是安尼啊。手机费用我那无俗，我那真贵吼，我那真贵吼，我那真贵，那相对。卡电话来讲，系啦，真贵，系啦，六千八、七百八百几，系啦，真贵吼。啊，咱等阵个继续。是啦，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时间的关系吼，啊，咱暂时先来个休困一下啦吼。啊，然后再过来个探讨到这个 BB 课大哥大伊的发展的这个一段历史啦吼。当然，这段历史绝对。啊，进步足紧，到杜达，秘书长建良讲，到达开始有遮的物件了，阵到短短十档、十外档，忽然间就变成咱即卖咧个手机啊，安尼啊吼。来，先来个休困，进一段广告，感谢您。来，听众朋友。咱如果若是讲长期啊，拢食外口面，啊是吼比较较爱食重咸、重油的食物的人，咱家己的身体都爱比较较注意哦。尤其是咱的心脑血管的健康，一定爱重视、爱保养。而且呢，啊，咱要为咱介绍吼一味由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制作的喜乐清，给咱大家。喜乐清呢，伊是一味专门。保护咱的心脑血管的产品，加拿大尾巴药厂啊，所来制作的喜乐清，咱即马有新配方，互咱的保护，互咱的保护心脑血管的功能搁再升级。当然，这个新配方内底有增加两味啦，啊，这其中一味呢，就是吼柑橘、黄酮，另外一味就是大蒜精。咱咧讲蒜头啦吼，蒜头所提炼出来的这个精啊，一个有原本的有的鱼油、磷虾油，一个有甘蔗辣的萃取物、维生素 E、大豆油。啊，当然这几项，咱吼啊做一个简单，甲咱听众朋友来做介绍吼。伊内底最主要对咱的帮助有啥物呢？咱首先甲咱介绍，就是讲啊，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制作的喜乐清新配方的其中一项，就是柑橘黄酮。柑橘黄酮这个物件呢，伊当然就是抗氧化的作用，伊买当保护咱心脏健康的好处，会当提高咱好的胆固醇啊，降低歹的胆固醇，买当降低三酸甘油脂吼，这是吼新配方的其中一项。另外，其中第二项新配方，这是吼蒜头精、大蒜精啦、啊。咱这个蒜头精呢，伊原来有抗氧化、抗发炎的作用，买当片面的血管呢，受到自由基氧化的伤害啦吼，也当啊来预防吼血管
要脱掉的形成，包括乌红血管去脱掉的，另外买当乌红啊，咱的血管壁的疾病，这是吼、哦、咱的心配方。啊，其他呢，就是原本的有的配方呢，其中一味就是鱼油。咱的鱼油是西班牙哥隆多的鱼油，来自环保上界严格的国家加拿大，纯净零污染高纯度无毒的检验啦，是吼、哦、咱心血管上好保护上好的物件，伊会当维持着咱的血管的健康，降低三酸甘油脂，来减少着心血管吼疾病的因子增加。另外，就是磷虾油。这个磷虾油吼，咱是利用吼低温呐啊萃出专利的技术所来萃出出来。咱吼这个磷虾油，伊买当降低咱歹的胆固醇，提升着咱好的胆固醇，包括降低这个三酸甘油脂对个啦，改善咱血管壁的细胞啦吼。当然有效降低血管的心血管的风险，买当改善咱整体的心脏的健康。好，以上吼，这咱简单报告。啊，另外个有呢，就是甘蔗辣的萃取物。这个甘蔗辣的萃取物呢，伊本来就有效会当降低歹胆固醇，当然伊买当增加好胆固醇呢。同时间也当降低血压，买当降低血糖啦。另外就是维生素 E， 听众朋友，维生素 E 最爱注意哦。咱食到维生素 E 真侪是拢啥合成呢？但是咱加拿大美白药厂喜乐清，咱的维生素 E 吼是纯天然，用小麦啊去甲制作出来，唔是合成的。维生素 E 也当减少堆积吼啊，累积伫咱肝脏内底的异能，保护肝脏的黏膜，会当预防肝癌的可能发生啊。维生素 E 呢，伊嘛是一种吼啊，会当吼改善咱吼啊，这个静脉曲张对的急性症啦、心肌梗塞啦，包括脑中风，拢有做过临床的实验过啊。维生素 E 呢，更加是对咱的妇女朋友更加重要。咱的妇女朋友，这段你个斟酌听一下吼。咱若经年期到呢，荷尔蒙降低，会来低速的出入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啦。啊，当然就出现咱的疲劳啦、夜懒啦，安尼吼，发热啦、发烧啦、病青肝啦，安尼心肝头安尼皮破菜啦、头壳晕、头壳晕啦、失眠啦，吼、哦、失眠吼、哦。啊，咱维生素 E 一个我都能发挥吼调整的功能。功效，和咱卡尾的这个末梢神经的血管会当扩张，和伊老头会当顺舒，促进咱血液的循环，降低咱更年期的困扰。另外，维生素 E 也当防止着吼，咱老人斑的出现，会和咱的皮肤会白、更生、筋骨的对啊啦吼。当然，有一挂朋友有可能伊会认为讲吼。啊，这个心脑血管吼，啊，这个血管呐、啊，血液的问题，可能是针对吼、哦、心脑血管出问题了了。听众朋友，唔是安尼哦。当然，大家知影吼、哦，你那血液老透未顺舒，血管壁塌掉，去壁开，那伫头壳就中风嘛。啊，无那塌伫心脏，咱就讲心肌梗塞，唔定这两项尔。血液老透未顺舒，血管壁无够健康，原来造成着咱的腰肌出问题，就是心衰竭。腰肌衰竭，包括咱的卡一部小神经，血液那叫脱掉的，我那会神经变一变，和咱走路产生了掰卡，走路也不方便咯。另外，肝脏嘛是，肝脏你那吼啊去伤着肝脏这个部分，有可能的脂肪肝啊是肝炎，包括目睭，咱目睭底内底有足侪迄个微血管，有足细条血管，咱的血液那无够健康，老头那无够顺舒，目睭就可能对白害咯。听众朋友，咱血管壁如果若出问题，唔是干那头壳甲心脏俩，包括腰子、脚、肝脏、目睭，拢会对出问题。啊，这以上是咱加拿大吼美白药厂制作新配方的喜乐清，咱的原料纯净零污染制作的新配方喜乐清。中国民付费计费专线电话：0800-0500-668 0800-0500-668，感谢。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今仔日拜二来到咱节目现场，依然是咱台南市公民地区执行长黄建良教授吼，来咱继续请吼。是啊，所以这个手机啊吼，手机啊这个发展吼，其实就是按对上早吼，这个他我人讲的吼，就是用这种迄落拍的这落对啊，其实。电话这个物件吼，其实上早以前就是安那，就是好，就是用这个两个传声筒啊，一条线吼啊，会当听到伊的声音吼，啊，伊震动吼，会当听到伊的声音吼。啊，尾啊，将这个声音的讯号变成这个电阻讯号了，对，来传去一边，啊，去把声音还原，啊，让你听到安尼，大概就是安尼原理吼。啊，所以这个渐渐通信的这个系统变成数位数位化吼，了吼第啊上早呢，全世界第一支行动电话，咱讲的乌金光到底是啥物人做的吼？按照历史来看吼，1940年的时阵吼，是这个摩托罗拉当美军吼，设计这个无线电焊电池啦。这种类似拐这种物件对了吼，是摩托罗拉啊，这个当中有活动呢，这个手持的这种无线通信的电话吼，25公斤呐、啊，总共25公斤呐、啊，吼，判给25公斤呐、啊，啊了呢，判起来嘛惊未？军事用啦，拢是军事用啦吼，所以爱有一个人判啦，一个人负责判就对了啊。第一个这个在1944年了吼，商用的系统呢。是计程车司机顶头的对讲机啦，嘿，迄时拢是用无线电啦，也可是用无线电的了，对啦吼。那一直到这个1973年吼，什么人来发明了这个行动电话支付啦？那是这个摩托罗拉的总经理啦，是来发明这个世界第一支行动电话啦，第一支的行动电话，咱头我讲的。黄金光，哎、啊，第一通电话靠什么人呢？伊第一通电话就靠这个 AT&T， 就是这个美国的电信公司，电信公司的这个贝尔实验室的这个主管，哦，那是这个摩托罗拉的这个总经理靠，全世界第一通大哥大的电话就对了，嘿，啊，是那这个物件，也叫做。乌金光呢，是以后就大机，一个乌妈妈呢，乌妈妈啊，生着就像这个啥，就像装啊夹，哎呀，啊，所以人叫乌金光，啊，嘛有人来叫啥，伊拢派伫这个裤大家嘛，所以有人来叫水斗啦，哦，水斗，哎，地沟啦，地沟啦，吼，啊，当作地沟了对啦，啊，有哪样个叫地沟了对啦，那因为这吼、個。这个物件拍的啊，真嚣白啊，足大机，啊，佫非常的贵了，对啦。这种的迄个时阵是数，唔是数位了，对啦。迄个时阵还佫非常的贵。啊，这个敢若像个重量哦，差不多含一台这个笔记型电脑平重啦。你看乌金光哦，啊，电了对啦，会当偌久呢？续航力，30分钟，30分钟。啊，那电用了就对啦，要充到饱对，爱10点钟。啊，所以迄种啥货，迄种是少数头家人哦，足好嘢人较买去。迄个是安那，咱拄啊离开办公室，要去迄个吼路林，爱当用一下。啊，到一个所在来订个茶咧啊。比如讲，咱要来谈咧，到开会，啊，就排咧，哦，啊，就茶咧，安尼个，啊，伫路林半点钟，一个搞了了，司机开门开到车，到车经过插电，佮继续充了对啦吼。啊，因为就是因为这吼非常的贵，啊，条件足好嘅人。大部分较买去，所以手机啊，开叫做大哥大。是大哥大，原因是安尼，哦、是讲爱大兄较买去啦。啊，所以咱就将手机啊呢，俗语改叫做大哥大。大哥大就是安尼来。你讲那无啥那奇怪，行动电话咱是安个叫大哥大。对啊。你迄个时阵就是安尼来，因为上早乌金光的时阵哦，你敢那大个较硬气，哦，开大个了对啊，所以硬气就是，那不是。其实是无电啦，啊，摕来供人的啦。啊，所以这是上早的这个大哥大。那迄个时阵哦，是第一代的这个1G 啦，咱叫1G 啦吼、哦，第一代的通信系统啦，
迄、那个时阵是啥物事呢？叫做类比式诶，类比式咧，咱头下讲诶吼，咱来用线咧，用单线咧传，啊，电磁波干扰咧，啥啥啥啥啥啥，即种诶拢叫类比式，叫做类比式诶。啊，类比式诶，就敢那像咧亲像啥物呢？比如咱咧听哪里哦，转啊用天线咧收，啊转掉频道转掉了了，啊就听到啊，啊就听到啊，类似即种 FM 诶就对啦 ，FM 诶原理就对啦。啊，所以吼、哦，电话吼、哦，大哥大以前早起，大家开机的时阵吼、哦，要不热的时阵就对啦，听到声会沙沙叫，沙沙沙沙沙，因为要不热的，要不热的就对。迄含啥会含哪里哦？赶快，以前早起哪里哦？赶快，你开打开尔吼，收着、虽然咱家定，比如讲偌济，九八点偌济，比如讲九六点六，安尼就对啦。啊，我频道啊放伫遐，啊你若。以前旧的机器也禁起来了了，吼啊，隔天去开开，伊嘛是去调的，去转的九六点九嘛。啊，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打通电了，沙沙沙的沙沙叫，沙沙叫了对，啊沙沙叫，啊沙沙沙沙一下，几十秒了了，啊开始正常，吼、哦，就累打了了，机械累打了的。啊，这里先啦，这里第一代的。一 G 啦，咱叫做一 G 啦，吼，叫做一 G。咱即马拢五 G 啦，吼，电话拢五 G 了，对。迄个先叫做一 G 的，一 G 的即个行动电话是安尼，啊，你夹起来就沙沙叫，安尼啊，大家开始电话，大家接了头前十秒拢沙沙叫就对啦。啊，伊就是安那，伊的原理就是无线电啦，那是一种手机的无线电啦，吼。啊，只是伊袂使用啥货。用咱咧用的频道，比如讲袂使人用 FM 人咧电台的频道，嘛袂使人用啥货，人飞机咧用咧，吼，啊是军事咧用的迄个分开了对。好，啊，这个第二代的啥货？第二代的，因为有这个头先人讲的沙沙叫的这个物件，啊，所以第二代的来改进，就是二 G 的。二 G 的就是啥货呢？就将这杂音的物件了对啦，退掉。啊，这个时候就要怎样？就要透过什么？叫做语音开始改数位化。数位化的意思是啥货？就是讲，直接传我讲话了了，传出去的讯号呢，是一款是一款用叫封包技术的一款数位的讯号。啊，对方接到了，佮解码变成你的话走，安尼就袂安那袂傻傻叫。啊，第二是啥货？安全性较高，袂去用截掉。你截掉了了，叮叮嘟嘟，叮叮嘟嘟嘟嘟，收到拢这种声，叮叮嘟嘟，叮叮嘟，啊，你嘛唔知系啥物物件。是啊，那迄台对方的机器收到了了，你有插一个卡，啊，伊会甲你加密还原，变成声。啊，无你若出去，你甲截掉伊的讯号，听到的是我头阿安尼，是听到的滴滴嘟嘟嘟嘟，滴滴滴滴嘟嘟安尼俩。啊，你唔知咧讲啥，你当然听无啊，因为安那你无解嘛。啊、所以就是安那爱改加密，送出去了啊个解码啊安尼的话呢，咱咧传输的时讯号袂去安那，袂去小卡。无啦，以前咱的这个传统的电话安那，有当下听隔壁咧讲话呢。对，有当时啊足奇怪咯。嘿，足奇怪，啊等下，哎，啊你讲伊也听有呢，伊嘛听得到呢，啊伊嘛听得到你讲话就对啦，啊俩那小破掉，啊是破口了了有诶。讯号照入，爱就听到啊！啊，但是呐，数位这个代志未发生。是，你石头我讲，你截掉了了，走对你遐去了，你听到啥？滴滴嘟嘟，滴滴嘟嘟，安尼俩。好，啊，这就是新的技术就对了，渐渐来变成这个二 G 的以后就对了。好，二 G 以后就对了，从这物件经过加密的技术啊，送去你的手机啊顶头。好，啊，这个时阵因为速度就慢。所以吼，干来当讲电话，第二个安那开始会当收一挂电子信件，就是收这个简单的简讯，几厘啊尔。啊，这个时呢，手机发电差不多是什么时阵呢？大家可能有印象，以前咱有用迄个诺基亚迄个手机啊，顶头一个黑白的屏幕，有无？迄个时代，那个黑白啊，那七七七七，啊，有当下有当会当上 SMS， 迄个时叫 SMS， 上讯号了，对啦。上讯号了，上简讯了，对，爱当拍注音，爱当拍规滴啊简讯啊，安尼收到迄字哦，收到字，啊，迄个收到手机啊呢，第一届有哪出现着？
电动玩具。嗯，好、哦，大家老印象以前的这个诺基亚这个屏幕发大的吼，有一种，干那一种游戏啊，那不是那个方块的啊咧落了对吧？那是啥货？那是贪食蛇，我只要抓的啊，噔噔噔噔噔噔的啊咧啊咧啊起起合位上下左右啊那点，就简单的对啊，就白痴的物件对啊，和你这个趣味一下那点啊，这是手机发电啊，这个选是二 G。那一直爱搞三 G 以后呢，速度开始变紧，是，开始出现这个所谓咱讲的智慧型手机。二 G 的时阵做未到，二 G 只是当上就慢就慢，速度非常的慢非常的，所以当上二年，你讲一条图片上好你，等下你收到看的到吼，可能过两点钟啊，底下收两点钟，看咱个资料收来，是，那变成三 G 了了，速度小看较紧啦。就会当渐渐会当开始来，啊，但是袂使看影片啦，看影片看袂叮当，三 G 还阁无多，但是会当有多片啊，会当有即落啊，所以迄个时阵呢，就开始渐渐呢出现即个新的即个手机啊，新的手机啊吼，啊，即个时阵哦，差不多是1994年以后啦，吼，开始了着真正诶即个真正诶手机啊吼造出来，啊，一直爱搞2007年的时阵吼。这个苹果的手机啊，第一代 iPhone 造出来，了行动电话哦，咱即马咧用的这个智慧型手机，到2000几年的时阵，差不多20年前吼，它开始变成市场的主流。迄个时阵，手机已经搞3G啊，已经上就是3G 起跳嘛。哦，啊，即马无啊，即马5G 啊，即马5G 啊，有这个普遍啊，6G 已经我拉要出来啊，但咱用未到啦，5G 哦，开始出来吼。所以这些手机啊发电哦，一直讲这，其实速度非常紧哦。手机啊，咱讲实在，即马不管你手机啊，对，手机啊吼，不管你是什么牌子的啦吼，你是什么安卓系列啦、苹果系列有诶无？迄吼，迄我嘛分未清楚啦。但是你甲看伊内底功能，咱直接有当下想想，我感觉讲吼，咱未输咧看迄个第四台无线电视台安尼，根本就是用公办啊去。一般咱刚才以前是民族节咧反映讲，哎呀，咱第四代，咱真正有看很侪代吗？咱嘛是假的，迄几代咧看尔，啊，其他伊杀杀好难，你根本咱都连看嘛，无想要看。但是迄钱咱来揽呢？好啊，包括咱拿手机啊，都会讲你做专业啦。无，我问你啦，你拿手机啊内面遐所有的功能，你用几项啦？嘿，我当他们讲我用三项尔啦，就是赖啦。就是非死不可啦，加电话安尼尔尔啦，春日差不多拢无咧用啊。啊，然后直接去爬山吼，加点一只心脏啊，点咧到地讲哦，我今仔日已经行6000步啊。啊，唔过遐物件拢免钱啊。啊，遐物件免钱，拢免钱，拢免钱。唔是，甲你灌输了哦。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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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拢免钱，拢免钱。误会啊啦吼。迄传播 A P P 大部分拢是免钱，都你要用爱钱的啦，你要用爱钱。啊，拍死，安尼讲误会啊。你有真多物件啦吼，那不然先来个进一段广告吼，进一段广告稍等下吼，咱再过来继续啦吼，0800-0500-6688，感谢。感谢。非常感谢咱做敬爱永吉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对吼，即马是广告时间啦，要来介绍咱信诚公司优秀的产品许多山顶这产品了对吼，欢喜的喜，多笑多，山顶的山，咱台湾全国多干来咱信诚公司台湾人俱乐部伫咧贩卖呢，无第二间台湾贩卖一模一样的处方了对吼，所以永吉大许多山即边是咱招牌。也是台湾人俱乐部建立的招牌了，对。所以这种经营之下呢，就希望咱雄狮团对咱身体上这个保养，这一定爱做。你会啦，渐渐地多在中间就对了，也莫别渐渐地身上也三星。啊，三星的中间就对了，有人说吼，啊，你若无去好好来个保养个好些，还是保养唔着物件的损了呢？伊继续伫咧三星身体上的毛病了，对。只要有一味好的产品，互你咧服用，你顾这身体的顺了，有可能你因为安尼，你的身体会比别人更加用。过5年也好，过10年也好，将扣掉了掉，这是保养的阶段。啊，那无食掉了，有可能吼，
你看别人同款的，啊，规个好啊，规个乌沙沙，外国起错啦，规个身体上个密麻麻。但是你若食着物件，食着许多山这条产品的中间的，有可能你的身体上嘿真好，别人咧密麻麻难无，加他几只，加两年也好，加三年也好，加五年也好，将扣掉的，只是讲保养的加他。雄起大进来才装备，哪有水啊？你这里拍电话过来，不管你食心脏药也好，不管你食血糖的药也好，不管你食高血压的药也好，就我慢性病药也好，拢总无要紧。石头山你会当加落去食，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就对。这是咱石头山食物性的迄物件，上盖好互咱斗阵的物件就对。所以欢迎去多少多山顶的山有需要。就是你拍电话过来，赶紧做详细询问吼。尤其抵抗力量，这抵抗力真重要哦。免疫能力真重要。咱若无免疫能力，头晕嘛暗尔。风吹草动，干那一日落雨啊，刮着压着落雨，天气的变化，你身体上就会出问题。所以免疫能力真重要，有抵抗力有无？许多人会当帮忙你，帮忙你做身体上的保养。包括抵抗力量了，对吼。欢迎去多少多山顶的山，软骨素骨头啊，骨头不好，咱吃软骨素，这大家拢听有啦哈。软骨素这骨头啊，有一个骨头是吃骨头的。要然是这部中软骨素的处方，要安那保养，介绍我心里详细，然后需要你这里拍电话过来哈。再来个金立平的第二代，目睭叶黄素，咱的金立平的第二代相关拍的。这种物件，大家讲一百八是骗人的，买到一百八的，天然的物件，天然制造的物件，买到一百八的对。哪有较贵的物件？你做你吃，咱金明安静是算上关级的就对了哈。第二代哈，我播一路清哦，这有天把讲个真详细哦。这五行处方所提炼的米巴这集团，台湾多干来在做呢，干来在做呢。这对这个血液的保养，血液到底袂使有落去。落去会真危险，吼、哦！大家拢知影吼、哦，啊，所以这一旦火力一清，还老套会损失了，对，会一五保一六清，保存紧。听众朋友，咱年会较有诶吼，拢会安尼，放着拢袂损失，咱好好来利用保存紧吼，拍电话来叫安尼就好啊，啊，等食安尼就对吼。会安说，日本韩国一年销售5000万粒，台湾诶人尤其妇女。甲老一辈的乡亲团吼，欠费病体的人几率相当相当的高。若有需要，你这里拍电话，赶做详细询问。会红数0800-0500-668。非常感谢，感谢咱敬爱乡亲团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0800-0500-668哦，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户户的缴费专线电话，然后来跟你。嘿，是，你个想看嘛？咱那个二十当前哦，开始咧用手机啊，选哦，弄一个诺基亚迄种嘿，听你用手咧啊，刺迄种嘿吼。啊，日本的迄落 PHS 的少年那无用，这个啊，天线就等等啊，都啊刺都啊拍简讯了，对啦。什么时阵已经进步到？即三 G 即嘛5G 吼，了，咱的手机啊，其实就是啥物物件？你的手机啊，其实就是你以前十当前的是台桌上型电脑，比迄台佫较强啊。你迄台吼缩较纯，手机啊较大，所以你只要呐拍开了，放啥物程式落去，伊会当执行啥物代志。我看连刚连电脑都已经都爱淘汰掉啊。无，下当讲伊其实就是世代的电脑、一般生活的物件拢会使，用这买当拍字啊，拢会使啊。啊，翻译啦，或者是你若出国去，你摕你没那样看无对无？你个开啊，有网络就会使啊。你个连啊，加相机开哦开，啊个放咧顶头，伊就甲你翻做中文啦。啊，伊个功能当有几种语言啊？譬如讲英文、英文、日文，几百种诶，几百种诶。你著说你要什么语言，你甲你翻什么语言、啊、所以伊其实咧已经变成啥诶，变成一种生活诶工具，啊、是干手机啊呢。你读英文以外，你内面唔爱设定迄个日文。啊，你著换了好啊。
你起码要用什么语言？你家己侦测啦。你嘛免，你嘛免设定啦，你唔免设定啊，伊也当自动侦测啦。伊家己也知系是什么语言呐、啊？反正你得下，你得下载迄个功能了的时候，你得不管什么挖课本，你去伊得伊家己反正。啊，所以不只是这呢，你讲伊伫你生活上的哦，会当用呢，伊就渐渐变成票。比如讲，起码上做的就是，比如讲，有人挂手表啊，手表了，伫你身躯顶啊，有啥会？啊，手机啊，当时啊，你的心跳，嗯，啊，你的血压偌侪，吼，等等啊，有诶老人就会挂起，啊，伊若跌倒的时阵呢，伊会主动发通知，卡119，啊是卡厝里的人，电话就家己通，你知影无？伊会家己通哦，伊知影伊侦测到你跌倒啊，所以其实手机啊已经变唔是讲电话的工具啊，你甲看二十几档尔呢，发展遮尼紧啊，来，空八空空空五八。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功能有够多啦。你哪会用用就对啦，足好用。啊，你若袂用用，就是我拄仔讲的，就迄个非吃不可赖电话安尼尔尔啦吼。来，时间的关系，咱下晡空中再会，拜拜，拜拜。